淡水花分局派出所伫过年期间是提供互巧服务，将一个藏青的橱仔当作是生活庆安宫暂时藏停油箱的金库。伫春节连续假期结束了后，有着生活警方用着巡逻车将停油箱送返去庆安宫，并且等待银行人员告票来清点金额以后，阁护送到银行，确保安全。庙方嘛真感谢警方的便民服务。在过年期间，有真侪庙宇拢有大量现金的收入，但是春节银行并无营业，因此台南生活分局派出所是提供候车服务，将室内藏钱的置物柜作为生活庆安宫暂时存放镶有钱的金库，等待恢复上班日，才有警员护送到银行。彰化庆安宫每年春节期间，有涌入大批的香客，按太岁点光明灯，庙方都会将所收取的香油钱分批申请付钞存放在派出所的枪柜存放。生活庆安宫总干事魏淑珍表示，今年香油钱比较旧年有来新涨，加上真侪信众以行动支付、信用卡、网络点灯，是比旧年新涨100多万。尤其安泰税甲财神顶的民众有增加袂少。今年因为咱阁有庆安宫阁有增加这个来配接口支付，啊，阁有咱这个信用卡。好，就是直接在网络可以点灯，所以我们在网络方面的收入也不错。再加上咱今年有较长，所以吼，阮的收入有增加，哈，成长的还不错。城隍分局表示，伫春节连假一结束，由警方用巡逻车将香油钱送返去庆安宫，并且等待银行人员到庙来清点金额以后，阁由警方护送到银行存放，确保安全。对伫春节期间提供候车服务，城隍庆安宫也非常感谢警方的便民服务。记者萧正伟，城隍区采访报道。